Okay, so we come to the next section, and then the next section will be a bit special for in Hong Kong, maybe or even in other API days. We were having a speaker from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So he's Gan Yong. So we will talk this section in Mandarin,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 will try to sum up a bit in English. Okay, so we will switch language to Mandarin in this section. Okay, 好啊，甘总，你那边已经 OK 吗？系，Hello，Hello，Nick，你好。系，Nick，你可以听到我的说话吗？可以吗？现在可以听到你听到我们说话吗？可以，系，而家系有少少杂嘅 Patrick 呢边。我们这边是好像是 OK 的，我们这边，你那边现在可以吗？好，我看到你的这个 slide，对，嗱，咁好，我而我家做先，啲简单 testing 啊，一二三四六七八。OK，我可以听到你说一二三四，我想对，问我边嘅声音，你哋听唔听到啊？跟住，可以，听到，可以。好的。那其实应该就是你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可以，就我们，对，可以。对，因为我们，对，懂，我知道你就们该在应公该司那 now is 边 look 在 for them。做。It's 跟 OK. 住我一起。I can also 我也可以看到 audience 那边说可以。好，甘总 Hello，你大好。家好。甘总你好啊，早谢谢你的时间呐、啊。好，那我很简单去介绍一下吧。甘总他可是以开始了吗？可以，我先对，来我给了个时间给你吧。我之后我在你的 session 完之后，我可能做一点点的英文的 recap。我先把那个时间交给你，好，谢谢。OK，好，甘总你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吗？大家好啊，这样的我是今天来呢，我带着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家结交朋友，因为开放式银行啊是一个很大的一点的课题，我觉得呢，这开放式银行呢，首先应该是人的开放，然后呢，我决定先把自己开放给大家，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公平、公开的、透明的交流。请原谅我今天呢，整体发言呢都是用中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文呢是我近20年工作以来最主要用的语言，我希望原汁原味的还原我们开放式银行的一些做法。这样我先开始就是分享我的这个标题呢，就是银行及服务通过开放式 API 去赋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甘勇，来自于中国建设银行，我是今年6月份才来到香港，然后以前呢在祖国大陆啊，我们做了将近20年的，就是银行电子银行工作，但在16年的时候呢，我这边呢就是专门从事开放式银行的一些研究和探索，然后呢。也走过很多弯路，也取得过一些小小的成绩吧，也做过一些各种方向的努力。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体会。我自己本人呢是目前是建设银行的这个零售金融科技官，就是我们想把我们建设银行的所有能够输出的服务啊。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我希望呢，今天来跟大家结交朋友，希望每个人呢，如果你对我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我们的，在最后一页有我们的联系方式，都可以跟我们广泛的联络，我们都希望和各位，就是公开的、透明的进行合作，
我呢，在18年的时候啊，就是推了这个开放式银行项目，本身呢获得了深圳市的金融创新的一等奖。在19年的时候啊，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在整个大陆还是首家在银行里面推出了一个无障碍全面的无障碍服务，获得了虾米虎的金融科技奖。然后下面呢，我将分享一段短片，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开放式银行是怎么做的。好吧，我先在短片分享之前呢，就说一下我们开放式银行的现状。因为我们开放式银行啊，其实做了几个特点，我们是遵从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呢是人，这个人呢、啊、就究竟在哪些场景出现，我们就会在哪些场景重点合作。其次呢是就是钱的流向，如果这钱出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就尽量在哪些方面去合作。第三个呢就是高频的，如果说是这个交易它天天发生的话，我们就最优先的去合作。如果这个交易呢要是每个月发生呢，我们也非常感兴趣。如果这交易一年只发生一次的话，其实这就不属于高频场景了。所以说我们合作的三个主线呢，主要是人、资金和交易频次。我们就选择了几个这样的行业，比如说停车场加物业，每天我要停车要有可能要加油的，对吗？餐饮加零售，我每天要吃饭。校园，我每天要到学校里去。还有电信，我每个月缴费。中医诊所，经常我们要去看病，是吧？在2021年呢，我们还将拓展了酒店、保险和交通。因为呢，我说了这些啊，大家不如去感受一下。我看一下下面有一段短片啊，大家都看一下。主持人帮忙放一下。可能要稍等一下，大家都应该听得很清楚吧。 OK， 我们稍等一下。刚才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短片已经报完了，大家把短片看完了，只是一个初步的印象。对对对对，我们为什么要做开放式银行呢？其实银行呢现在的传统经营模式啊，其实面临着各行各业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最感觉到最直接的就是客户啊，可能现在到我们网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其实那就是影响到我们银行的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客户哪里来。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打造我们银行的第二发展曲线，就是我们银行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我们想呢，找来找去，我们发现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呢，怎么做？就觉得应该先从场景入手。然后呢，我们场景入手呢，其实更多的是先服务 B 端，然后由 B 端再覆盖到的 C 端呢，我们就叫做 B2B2C。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出了百家场景、万家商户、百万客户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建行呢现在目前也在贯彻这九个字的整体方针，一个是建生态、拓场景、拓用户。具体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然后是打造了一些数字网点，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场景呢，然后把它总结出来，哪些场景可以复用。然后我们做到了批量化的这个拓客，然后数字化的活客，然后产品有一些精准化。然后呢打造了五大能力。第一个就是我们产品创新的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场景识别的能力，第三个场景扩展能力，还落地运营的能力。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帮人全面可以支持你这个场景接入到整个的完成，整个的场景的共融繁荣。还有我们抓场景呢，就说一般呢会打造很多样板间，等一下我跟大家具体去分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你商户，我跟你接入了之后我来给你带流量，然后你去把这个交易 做起来，让你赚到钱，简单一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数字货币，其实作为银行的一个特色业务，我们将会在港澳地区，然后在整个甚至东南亚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合作。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在香港啊提出了这个百家场景、万家商户和百万客户的一个目标。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相信是现在香港是这么个情况。其实香港就是本地的服务业 IT 业，他们数字化可能没那么先进，他没那么先进呢，恰恰是我就看到了这个很大的市场，他们急需要一些数字化或者数码化的一些工具或者产品。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点餐，可能现在还目前还没有数码化，或者可能很多的小店收银还是用现金，其实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开放式银行的体系跟合作伙伴打造一些典型的企业场景应用，我们免费提供给这些商家商户使用，让他们的 IT 能力或者是服务大众的能力可以到达典型的提升。然后呢服务了这个能力之后啊，我们需要形成标准化的服务，像整个社会赋能，我觉得 A 餐厅可以用的话 B 餐厅也可以用， C 餐厅也可以用。同时我想把社会的这整体的 IT 能力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可以在行业内广泛复制。然后我们这个行业一旦做通了之后，将会把银行的很多产品啊或者服务啊进行了一个打包，还有一个社会性的验证。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做下去，然后就可以覆盖到全面的行业。这就是我们银行做的整个金融的赋能。然后我们现在按照香港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标准呢，说到开放式银行的三期。开放式银行的三期，我觉得这地方呢香港金管局啊跟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就是每个合作伙伴都要成为我们的 TSP。我希望在座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TSP， 我们开放合作。然后你们呢每个人只要做到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特色用户，我们银行都会全力支持，我们共同获客，我们有的收益的话我们觉得一起共同分成。我觉得这是个开放式的市场，我银行愿意拿出自己的客户资源还有我们的技术，配合这开放式银行的这个 TSP 跟各行各业输出赋能。我现在做开放式银行的这个图啊，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系统整个的架构。我觉得整个开放式银行呢，我觉得是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商户在提供服务给客户的同时，他绕不过三个东西，第一个是 APP， 第二个是社交媒体，第三个是他行业应用的软件。然后呢他所有的服务大概大致都是这三个方面去提供。那我们提供了开放式银行 API 呢，就全面支持 H5 小程序还有银企智联。然后这三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它可以嵌入我上面说的客户所有的触点。当我们这些触点能够全部覆盖的时候，实际上商家的所有的经营形态我们都已经涵盖了。所以说，而且呢这个东西还有个好处，一样你做大做强了之后，我可以把它引入到我的手机银行手机网站里面去，再形成这个交易的回流。就说整个东西要串联互通起来。后来我们呢是非常诚意的希望跟大家合作的。我输出的目前呢主要是支付、信用卡、消费贷款还有财富管理。
然后呢，我分享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社交的圈子。然后呢，场景化的服务呢，其实我覆盖到各行各业。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面，只要是客户需要，每天又比较高频的使用的话，又能够为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话，我希望可以跟您合作。然后我最后想说的是，银行啊，其实是一种服务。以前呢，我是这样说，银行呢可能是一个网点，大家认为是个物理的地方，就是客户要想找银行的话，都必须到网点去排队。但现在呢，银行呢，我主动转变思维方式，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我主动去提供什么服务。然后呢，我也把我自己的能力开放出来。其实你在身边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应用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服务的时候，只要涉及到金融，只要涉及到钱，其实就有银行的这个用武之地。而且我银行希望把这个能力解决出来，解决这个金融的这么一块短板。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地方有下面一个我们的雨神呢，他一个，这是我们的团队负责人，他的一个联系方式，我希望大家都加一下他。对，不管是当个朋友好，或者认识一个机会也好，大家互相去了解，有时候可能要多个信息，有可能就多一条路，我们双方在碰撞中就产生新的火花。我希望跟大家广泛合作。我是甘勇，我是建设银行，我是建设银行亚洲，谢谢你们。我们是不是提前讲完了？我觉得把时间留给下面有需要的同学吧，好吧？最后谢谢大家啊。好，谢谢甘总那边。那现在这样的，因为OK, so I am trying to recap some of the message in English. So Gan Yong from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has actually shared some of their thoughts, and then I will help them to recap some of their key message in English, because we know that quite some audience from our side is actually from international. So we will do that.